哈啰，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威艺术台的新闻主播志玲。大家好，您现在快乐吗？您想要快乐吗？在遭遇人生瓶颈与苦难时，您要如何还能维持住快乐？好身材需要运动来锻炼，好心情也是需要训练的。原来，快乐也是可以学习到的生活技能。认真学习快乐的人，就能掌握快乐的密码。哈佛大学日前曾公开推荐20个保证会让人快乐的好习惯，第一个就是要学会感恩。感恩的确会让人更加快乐。在岁末感恩的季节里，一场感恩人生的国际论坛即将登场。由高雄福华名品、高雄市东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协会与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一行者”国际论坛，将于2018年11月30日晚间7点至9点半，在高雄福华大饭店3楼的福华厅举办。一场以自我生命意义的探索、自立利他的快乐生活为主题，分享现代人如何才能学会让自己更快乐、让自己更自在、更快乐生活的小技巧，让您在迎接未来生活的种种挑战时更有自信与快乐。同时，主办单位也借此论坛支持阿福食物银行的续食服务计划能够顺利圆梦，让台湾民众早日学会惜福之可贵。名主持人胡一虎也将首度透露，他采访过全球无数的大人物，谁才是真正最快乐的人？一行者国际论坛将点亮光明并与爱同行。2018年岁末，欢迎台湾民众踊跃莅临论坛，享受心灵层级最就近的欢喜与快乐，共享生命的温暖与喜乐。记者邹志忠报道。这几年来，咱阿福食物银行哦，经过咱的爱心朋友的关心吼，啊，不管是物资，还是青菜水果，由于咱遮现场遮菜园的朋友吼，所捐的一挂青菜，啊，会当予咱阿福食物银行来帮助咱遮的受助户，予因目前生活中有一点仔的帮助。啊，伫这个帮助过程当中哦，咱看会出遮的受家户吼，的迄个表情哦，非常的满足感哦，啊，有迄种充满着希望的迄种感觉吼，我感觉咱所有遮个爱心朋友，也是志工，也是社工，哦，各界朋友的关心哦，我感觉这所做的帮助是非常有价值。